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的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然后才可以知道什么。Yes。有人车祸喽！风哎，你冒。撞。这个人很皮耶。三井一个车祸现场，腿烂。连撞三次是不是在臭？哼一下，苍蝇，啥意思啊？车祸喽！他一直被撞停，那三井是没有人会玩，他一直在那边被撞停，就知道没有人会玩，但队友却守不太住。
再度车祸，对面的。做梦是不是啊？这些人。篮下的可是我耶，做梦想前途。迪多雷基啊！撞！哎，对面在干嘛？撞到失神是不是？好了啦，哎呦干！哎呦干！神太神了。哦，三井跟角田几波冲突之后，看起来是有点气愤哦。之前再继续瞎秒没有关系。蹦蹦蹦，碰碰车。蹦。完蛋！还要有人的，想补啊！蹦，车祸！好丑，差两分还有五秒，对方能操作吗？还是没有办法。Kitoleki， 捏了刀。